跟住我哋嚟到一個澳門一個荒廢咗嘅古靈球場。球員的簽名牆，女生打出兩個就可以簽名。一堆古靈球鞋，好多古靈球鞋。啲保齡球機就喺曬依度。依度仲有個辦公室。好大個嘅保齡球樽，呢邊就可以通翻出去。
咁我哋睇到呢度。